还是一句抱歉，考卷还没改完。那是当老师最痛苦的一件事情。OK， 再给我点时间哈，最近事情实在啊。到明天九点。这样子啊，如果你能，我在网络上看了一个故事。是讲我们学校老师的，我忘记在哪里看到了。说我们一个老师，好，电机系的，他考试，然后走进来跟学生讲 ，OK， 大家辛苦了哈，也不用再撑下去了，好，该写该教的哈，该会的也都会了，好，该写的你都写出来了，然后学生没人反应，他说呢，你现在教的话，我给你加五分 ，OK， 就有一群学生教了。OK， 然后还有人没交啊，就又过了半个钟头，他说好，你现在交的我给你加20分 ，OK， 因为你们愿意努力到最后。然后又有人交了，然后又过了20分钟，他又来了，好，现在你们可以把考卷盖着，好，互相交换一下讯息，看这些题目该怎么样解。OK， 这代表什么？啊，不知道啊。有兴趣哈，你就得坚持下去哈。老师不会那么残忍无道，就是说你努力了，我到最后还不给你一点效果哈。各位也都知道，当然工科系人比较了解我的习惯哈。那我不会说你的成绩不够我让你走，但是我可以调整成绩计算的方式，事先讲清楚 ，OK。当你一门新的课程进来的时候，你难免会对一些 terminology， 你难免会对一些名词的定义，难免一些思维的方式不太习惯，所以第一次考试呢，通常你会比较差一点，或者说抓不到方向，我考卷还没改完，我改完之后如果真的都蛮差的话，我会调整一下计算分析的分数的方式。那我不会，我当然你说老师，这个你进行到一半改变的规则是不公平的，会不会有人有这个质疑？不公平的，对我而言，我的人生哲学之中从来没有公平两个字，我的人生哲学中只有两个字叫公正。什么叫公正？六亲不认叫公正，或者六亲都认也叫公正，因为我不会认识你 ，OK。然后我觉得你好像比较用功，所以我就让你过，没有办法，我希望我有这个权利，但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不会有，所以我只能讲说公平，公平只存在这个理想国当中，因为我们台湾同学可能了解，我们讲大学联考繁星公平不公平，这边有没有繁星进来的，有没有繁星进来的，繁星公平不公平？不公平，有人会讲不公平，我同意它不公平，但是公正不公正？公正 ，OK。本来这个筛选人才的管道就要多元化，我们不能凭几次考试，然后就决定一个人的潜力，尤其这个人他所存在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时候，所以我们繁星的这当初的设想点是这个样子。那繁星是清华首创的，我觉得如果你将来要记上一笔说清华大学对这个社会的贡献的话，我觉得繁星是一项，我们改变人家一些思维。那你说这种事情在讲美国好了，我在美国待过，所以我大概了解，美国在收学生的时候，他就是靠一个 SAT 的考试，然后靠那个教授或者他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group 呢去评分，就决定收不收。所以如果你一个乡下的孩子跟一个城市的孩子，他的 SAT 的分数是在同一个 range 里面 ，OK， 他要乡下的孩子，他不要城市的孩子，他很简单。你城市的孩子已经受过太多的刺激 ，OK， 你已经有蛮多的 input， 你才表现也不过跟乡下的孩子一样。所以呢，乡下的孩子如果经过适当的一个刺激的话，他的表现应该会
比城市的孩子好？我说应该哈，没人敢保证哈。所以这就是一个，当然对这城市孩子来讲，公平不公平？不公平，对不对？可是公正不公正？公正，因为那个老师在决定要收谁的时候，他没有因为认识你或者不认识你来决定，对不对？所以绝对公平，绝对公正。但是公平不公平？只要对我不好的事情，通通不公平嘛，对不对？人性就是这样嘛，只要对我不好的事情都是不公平，你也可以找出理由来哈。所以追求的是一个公正哈，不是一个公平。哎，好，回来讲课。